200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种不断的堆积哦，在下面很多古迹都已经沉到下面哦，不是因为地层下降，而是说所谓的这些战争啊，或者是土啊，哦，慢慢的在一段时间这样掩盖，真正的古迹都在下面。你现在要挖的时候，就会挖到它。竞技场呢就在前方啊，哦，昨天晚上有来过哦，然后一个君士坦丁凯旋门，很有名的那个君士坦丁，对基督教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罗马皇帝啊，